再帮你看了哈，嗯，这底下有紫黑色的那个是比较严重，这个，嗯哼，好，这个就很多骨骼，这个就比较严重的地方，看是什么问题，嗯哼。你是那个什么关节学肿是吧？关节学肿啊？对，这边。哦，你再帮我照一下刚刚那个骨头的那个，我没有，哎，对对对，我没有照起来。哦，你这么多地方有问题。OK， 好，知道。你是在录影还是拍照片？我在录影，也同时在拍照。有，我有。是。等一下哈，这个就是你，因为这个很细微，是尚未发生的部位，他可以跟你讲，是你的胃这个两个地方目前有一种状况，那如果你调整的好的话，它也会解除的。嗯哼。幽门螺旋杆菌还有食道黏膜炎。嗯哼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是那个它的静脉放下。啊？那个是血管。哦，刚刚那是血管。对。神经性血管病变。哦。对。因为它这个都有，像这个骨骼比较严重，它就比较紫黑色的形态。嗯哼。绿色的，那再来就心脏的问题。嗯哼。你这个整个哈都已经有阻塞的现象，归掉哎。哦。这个你要小心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很细微。嗯哼。就是，是我的心脏的部分，嗯，蛮严重的。这是狭心症，哦，血管阻塞性局部缺血。局部性缺血。血管阻塞性局部缺血，还有狭心症。哦。你要推到后面吗？大脑动脉，这有一个地方啊。大脑一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我没看到？就这个，有没有？那个指哦，那是指哪一个位置啊？看，有没有？像这个，这个大家都是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就是神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。嗯。这样子。哪个地方有问题，哪个地方没问题，他都会跟你一清二楚的跟你标示出来，而且甚至哪一个位置，特异性高压血管高压性病变，嗯哼，这些哪些部位，但如果有改善，他也会跟你那个。他有说到我有改善吗？那个现在还没有啊，哦，你现在检测出来是这个样，你这几条都脱掉了，哦，你有这危机警讯出来。而且短毛东西，血管的那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，嗯，血管的问题，你在哪不处理哈，要不然你要给医生管，他会叫你去装支架。对心脏，加叫欧电无无？哦好，这加，对，心脏很前面，叫欧电，叫无好诶，好无？哦，很切面，它是正切、横切、正看、横看啊嘞，都是这个问题。好，特异性血管性高压性病变，嗯，什么位置它都被你给你标示出来。心脏瓣膜这个地方，嗯，来看一下。
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刚刚那个线，你这个就是哈，你的身貌什么半狭窄，哦，你的心脏的问题，因为这部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准的，啊、哦，你看。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说我们在录影？他的声音可能会被我们录进去。你先麦导演，你有拍照吗？对，我在录啊，就拍拍。你跟他讲小声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不是卫生署认证过的仪器。左大腿动脉，这个地方的主伤是五号点，有没有？嗯，左边左大腿。对，就是你现在的状况，你是都是血管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。因为血管的问题来引发，你看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，全身都布满血管。如果你有这种问题，那它在心脏的心脏病，在脚的脚的问题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这个部位在这个上方这个地方，好，你的，还有再来，那脊椎神经在这个位当靠近的这个，类似坐骨神经这个位置，